闹完之后，我昨天上午的时候去高雄，然后下午的时候呢从高雄，所以呢很好玩的是，昨天去高雄，然后回来，然后今天又在赶材料，所以大概两天没睡了。厉害吧，还很有精神的。好啦，那个今天先跟大家讲一下，不好意思，就是原本我们我坐一个学员的车过来，然后他的车呢不小心被卡在那个那种立体停车场里面的转盘里面出不来，然后说啊糟糕，好吧那就淡定等吧，啊结果等等哇糟糕还是出不来，他早决定就租车，然后就杀过来。然后很好玩的是，又不小心下车，他流到。我告诉你，这就是人生，为什么你知道吗？因为我觉得这是上天安排，原力的安排，希望让知情有机会上台多讲点话。你看，每一次都是我在讲废话，大家会听腻。偶尔换个人也不错啊，什么东西？第一次来，根本不知道啊。不管了，我来六次了，我管他的。七次。啊，对，七次哦，不，最原始那一次啊。你以前每次都是一天没睡而已，今天是两天。其实我他一个礼拜没睡了，我觉得啊，不赖的啦，真的啦，还真的嘞。不要那么容易相信别人的话嘛，真是的。我必须说，他到以前每一次来，他前一天绝对没睡，他就在赶他。这边要演足球，会兴奋到睡不着觉，大概。我绝对不是兴奋到睡不着觉。演员嘛，我绝对不是这个问题。哦，因为基本上我们在做光线的教学的材料，每一个部分都是我手工弄的，我亲手弄的，所以就变成说，其实每次的教学有没有？那个这边的老师都问我说，能不能多增加点名额？可是通常都被我挡下来，原因是因为我的，让我手手两只，我只有16只手指。管他两天没睡了，重点不是重点，重点在说我都要亲手做，所以没办法数量拉大。好，那既然这样子的话，那我就等一下先示范一下那个 LED 的一些基本的折法，然后呢，我们等一下可以来，糟糕，突然现场没有工作人员了，好吧，算了。那个，反正我们等一下，没有，我会在这一桌示范给大家看，然后呢，你们可以集中进来这边，然后站个好位置，好 ，OK。我现在去拿 LED， 所以大家可以来。这个呢，是我们今天要做的光线的最基本的素材，叫 LED， 好。然后呢，我们会把一颗一颗的 LED 串成一整串的剑刃。对，然后等一下有任何问题呢，都可以问我们的助教或者是知行，或者是我。虽然我做得很矮，对啊 ，OK。然后呢，我先示范一下最基本的折法给你们看。我想一下，我挑什么颜色呢？我泰国喜欢的，你来做来一个，好，挑个这个颜色好了。然后 LED 待会送给大家了，所以不用担心。好 ，LED， 我分长短角。LED 很方便的是，像黑白板上画那样。对，像白板画那样子，有分长短角，长的角通常是正极，短的角通常是负极。OK， 然后呢，我们就是要把 LED 一颗一颗的拼成条，从颗状拼成条状，然后再经过我们的泡棉管，它是一个闪光材料，就像是我们有一些 LED 的那个灯管了没有？它算是一整条，可是它里面是放很多排。然后再经过一个扩散膜，把颗状光源闪成条状光源，对啊，然后达到那个应用。我最近刚好看到一个新的玩法，就是说家里停电了，可是你只有一个手电筒怎么办？因为手电筒通常只能照一个地方嘛，对，没办法全部照嘛。然后就有人说，你把手电筒直接绑在一个牛奶罐上面，你把那个手电筒的灯照牛奶罐上来，然后经由牛奶罐扩散成整个光源，它就像一个大的灯泡一样。哎，这个方法我蛮喜欢的，可惜我家不需要，因为我光纤。不过，可以提出来让大家参考参考 ，OK。然后呢，我这边会实做给大家看。可是因为今天人比较多啦，所以前面这一排看过的人有没有？我们等一下可以交换位置，再来一次。基本上我可以一直为大家做示范，没问题。好、哦，就这个是 LED 嘛，我们先把 LED 单纯两只平行的角往两边分开，就像这样子，往两边分开，把它分开，就像我们人在练劈腿，要劈得很开那样子。断了啊，不是，可是只能拉一次，你重复凹的话，会有金属的疲劳，很可能会断掉。好、哦，再拉一次，我再示范一次。好、哦，就是反正等一下看不清楚，你可以再过来，没关系哈、哦。这样子拉开，然后拉的时候呢，尽量从它的底部拉，不要从上面拉，因为如果你从上面拉的话，下面可能会弯掉。这样拉开，像这样子，这样子 ，OK。
基本上呢 ，LED 的折法，我们刚刚大概看过了，就像这样子，从一颗，然后把两只脚掰开，拉比较宽之后，把它一块一块搭起来，然后从颗状搭成条状，再从条状搭成长条状，然后我们就会进到焊接的部分。而且 LED 很方便的是，它只要接电池就会亮。你看我们的，讲我们的灯管好了，我们灯管我们不是接220就会亮哦，我们一定要经过变压器，一个稳压器，一个安定器，它才会一个恒量电源。来，大家有没有人知道那个日光灯管的电压大约是多少？电压，一颗那个三号电池是1.5伏。来，快点，有没有人举手问？那个一般日光灯管电压大约是多少伏特？12V。没关系，没关系，没关系。其实我不会笑你啦。对了，没关系，没关系，没关系。算我内心蛮想，没有看一下。对了，其实日光灯管它本身它是那个里面的气体有没有变成电浆态？电浆态它需要很高的电压，简单讲，里面至少上千伏特。可是为什么它好像很常被这个电池都被插座电池？因为插座只有110、220，为什么插座会电死人，那不会电死人？其实重点在说，它有做很多变压器，它把从220提升到上千伏特，可是它电流变得很小，就等于像是我压力很大，可是我只能推一点点，所以对人体几乎反而没影响。可是像这种插座，它的电源它电流是非常大的，大到很容易，因为其实电压怎么让人家死掉，你知道吗？你只要有一点点电流通过你的心脏，对你心脏会被震一下，心脏停止了就挂了。可是像有些大家应该有看过一些就是。你知道总会有些人会很衰被雷打到没有？可是他为什么不会死？他有可能是电导到另外一边的，他直接接到地上面，所以他可能会有灼伤。可是因为没有流过心脏，所以人就是虽然有灼伤，可是他一定要去买热透。你知道买热透的几率跟雷击中几率差不多嘛？你知道这种事情，大难不死必有后。又离题了，对不起，我又离题了，对吧？好，我现在示范给大家看哈，来。我做好了都会放前面，好，然后呢，有其他真的可以，其实上台没关系，站在后面没关系，上台没关系，就不用那后面你看不到，你看得到就很厉害，对啊，大家可以上台没关系，上台没关系，对啊，不给后面的人看，我是不介意啦，但是不要男生就好，大家可以往前靠近，就是进来点没关系哈，对啊，我旁边都可以站的没关系，对啊，对，可以再进来的没关系，好。这样两边掰开，然后呢，用尖嘴钳。然后我们大家记得 LED 掰开之后，不是两个小角节点，我们折节点的内侧，往心里面折，像这样子。来，这个过程。啊，不过你们看我做会觉得很简单啦。OK， 那好，这边看完之后，你们如果有人想再往前看，我可以再继续做示范。你在折的时候，没有让它尽量平一点，它越平越好。对啊，怎么平法呢？其实我现在已经练到一个，我怎样折都很平了。可是你们等一下回去折，你会发现啊、哦，原来平跟不平这个意思。这些样品我等一下都会放在桌上，你们都可以拿着看，你们都可以把你折好的拿过来比对，都可以。好、哦、，OK， 可以，这是一个方法。我刚正要讲的，这是。就如果你真的折，你这样弄不平的话，你可以桌上稍微压一下，把它压平一点也可以，这也是一种做法。对啊。好，然后再一次往里面掰开，这样子啊，劈的，就是最好是直的，然后两边要很平行，要尽量的平行，好、哦，然后呢，拿我们可爱的尖嘴钳，往节点的内侧这样子折进来，那这样子折进来，啊，那这样子折进来，是夹着节点，对，夹着节点内侧。对，因为节点有内侧跟外侧嘛，加上节点内侧。大会 LED 拿到手之后，没有，然后你们可以试着先玩玩看，然后你们折到觉，你们等一下一定会发现一些，哎，为什么折好像没有马可多折那么顺的感觉？因为马可多的手已经折了上万颗 LED 了，真的，我大概折了，我想一下哦，十几万颗应该有了。对，所以会折的很顺是正常的，你看我的手会这么灵活。对吧？算正常没关系的。马可多很自豪的讲，他可以跟小朋友讲说：“我折过 LED 比你吃过的米还多。”不一定哦。哎、欸，不可能啊！一碗米都这么小啊！表演真的、啊。哎、欸，搞不好没吃过米哦，没吃。好，然后那个你们拿到 LED 之后没有？你们可以真的玩玩看，有问题可以随时过来这边，我再示范给你们看。好、哦，因为你们一定会要问题，相信我。没有的话，
那很好。没有啊，真的很好，不然呢、欸、要怎样？对不对？那我会在这一边，有你可以来问我。正常的做的速度还没有加快，可以再加快，啊。那这样就已经弄开了嘛，对不对？然后呢，拿我们可爱的尖嘴钳，往内折九十度，往内折九十度。往内折九十度。你就举手就好了，我说举手就好了嘛。或往西边叫三声之行。你们直接来找我，然后你就直接拿个东西给我，我更不知道你那一桌发生什么问题。啊，有问题请举手或直接往东边叫三声之行，他就会过去了哦。他是召唤兽，东边跟西边都可以吧？其实都可以啦，没关系。那这样弄好之后呢，一样记住，长边朝上，然后抵住这里，然后往内折约九十度，这样子。OK， 长边朝上，抵住 LED， 往后折约九十度，折完之后要尽可能平行哦。就是如果你捏，你不能说就是我这样斜斜的折是不行的，你要平行，要尽可能的平行跟垂直，好，尽可能平行跟垂直，会很麻烦，会完蛋。因为就像楼梯，你看过楼梯歪歪的吗？没有嘛，对不对？对啊，一定要垂直跟平行，就像这样。然后完之后呢，就是这样一个搭起来，这样子，同方向一致的搭起来，往内用手肘内折，再用尖嘴钳去加强它的节点。不会晃动就好。所以你要讲好 ，OK。哎，我不是狗，我想说怎么做？然后我教你，它长脚会跑，它是有两只脚没错。就像这样子，你看，我这样做好了十颗了，所以你们到时候会有十四颗，十四串。OK， 没问题。有底下留下来问，没有问题就回去加油 ，Go。
这会很臭，所以等一下就会痛。那什么汗枪口汗型进去一秒钟拿走，然后这样子，拿走，就可以了。然后耗完之后放个三秒钟再拿，因为会烫。好、哦，放三秒钟再拿起来换下一个。OK。嗯。好、哦，然后如果想再看的可以往这，我再示范给你们看。走，我要看，我小心哦，妈妈。好，你看。这样子，拿去。一秒钟，好，你看，有一点在这里，汗汁，融化了汗血，融化了汗血，汗浆上去一秒钟，干 ，OK， 汗浆上去一秒钟，干 ，OK， 这样，在节点的部分喽，哈，在节点部分，就是我们刚刚就是夹起来的地方，这样子 ，OK， 好，因为它融化了嘛，它就像液体一样流进去它那个缝隙里面。你流进去之后，它凝固了，它就会把那个缝隙完全的包裹住，这样才是标准的接点，一定很坚固，你不会打一打它就松开或者什么之类接触不良。好，再示范一次，先把它接过去，它头先过去，再焊接过去。再凑过去，我数一、二、三，好，差不多拿起来。哎，有些人拿太快，他就来不及融化，他可能就会表面看起来好了，结果里面没有好。翻到旁边或翻到下面，它其实没有包到，那就是所谓的假性接点。假性接点是很容易出现那种所谓接触不良的问题，因为几乎每次都会遇到，很多。我上次那一场遇到一个好夸张，他有至少10个假性节点，就是救了这个，哎、欸，怎么还在闪烁？啊，救了那一个，然后换那边再闪，然后发现他整条都有问题，因为他一开始焊的方式就不对。然后你们等他，现在很烫，不要拿啊、哦！你们就等一下，等他凉的时候，你们就拿起来看哦，看侧边，然后等他翻过来看下面。